等下我跟我搭档打一下。站在那个场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站在那个场，他们打了吗？还没有。打得起来。为什么今天我感觉打球特别正？我棒数，没关，我是正，应该是没打中天区，没打中天区就会正。哎，这鞋子真不错啊！棒数新的，很轻，怎么样？测试的，特别轻。他拿那个氮气，新的鞋吗？对，新鞋，新款，对，氮气填充，特别轻。氮气填充也行。氮气，有什么女生？你知不知道那个 aerogel 啊，跟那个差不多。我在那个哪？我在那个哪？这把身上特别足，加三十度角。不要，这不行啊！不要打，别新的呀，这个打不下去。我也是小球，他们都拍的。杨志完事儿了，那还有啥打的？一组跟四组的水队。
站好，
太惨了。然后还是运动，减肥效果杠杠。明天再打吗？明天不行。我明天。他们没了。学生啊，可以吗？该你安慰一下。